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 Yagi です。我们今天要来玩好久好久好久，已经有大约600天这么久没有玩的 Warframe 战甲骑兵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的目标呢，是要通过精通段位13，还有就是破第二场梦的剧情，然后这样就可以捏我们的指挥官了。好，那么就事不宜迟，您已经拥有参加精通段位13试炼的资格。您每天只能参加一次试炼的尝试，您准备好成为训练者段位了吗？准备好喽 ，Let's go！ 我先说，我没有去上网看任何的攻略，或是先去练习，因为我想要说第一次先自己尝试到底是怎么样的关卡，然后之后如果破不了，我再去练习，就是研究这个关卡怎么过这样子。嗯，我不想要就是第一次就直接看攻略这样子过的感觉。好，等一下，太亮了吧？这是怎么那么亮啊？看不到，一定是因为那个，因为我之前在挖矿的时候，就是新增的夜灵平野里面有可以挖矿和钓鱼，然后我把亮度调比较亮，因为这样才看得到矿物嘛。可是怎么还是这么亮？那再调低一点好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好，目前是带上了我最近在练的 Loki， 它是我里面速度最快的 Warframe， 然后还有这个守望者，它界面变这样子，就是最近的更新。因为我其实之前是喜欢征服流炮的，可是他后来改成是会炸到自己耶，我一直把自己炸得半残血，真的是。好，总之这应该要干嘛勒？我可以看到我的小地图上面有两个平面，那个平台该不会是要跳过去击杀敌人吧？好吧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吧。等一下，够不到，我好，还有两次机会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可以用。不，等一下，我失手。啊，超级手抖，我为什么上不去？可恶！好啦，那我们明天见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然后我后来发现是，应该说，就是其实是可以练习的。这边，今天是第二天，然后我今天稍早之前有练习一下，因为它围棋是多少？24小时，对，好久没玩了。对，所以这一阵都在玩嘛，前面好像讲过了，我昨天讲过了，都忘记了。然后我发现，你看，它其实是有给我地形的，只是因为我的我的设定，我那时候还发现我的亮度是最高，对比度很低，所以看不到地板。那时候设定好像是像这样，对不对？超级看不到地板，好了，一点点啦。然后我后来发现，就是我把对比度调强，然后亮度调暗之后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其实它这边是有地板的。对，我还特地上网查一下，怎么可能？也太难了吧！我一直以为是要直接跳过去杀敌人的，但是不是，它中间有那个跳板可以跳的，所以。
好，我们再练习一次，再练习一次。我们再练习两三次，都可以顺利成功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去挑战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其实还蛮喜欢 Warframe 的这个界面，我是说它的准心，它准心还蛮大的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。因为像之前玩跟黑子、寿司兔他们玩，啊、还有蛋蛋他们玩那个 Garry's Mod 的时候，那个准心真的很小，很不清楚，所以我要贴一个东西在我的荧幕上面，我才看得到，我才知道哪里是我的游戏的中心。因为我发现 Garry's Mod 它的准心比 Warframe 的在偏，就是我都用全荧幕来玩的话，它会比它偏左边一点点。对，对，大概这样。好了好了，啊，冷静冷静，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为什么就这么下面？完了，我回不上去是高的地方了。还剩一个人，没有人，没有敌人。我射到了，啊、哦，千钧一发射到了。好，我们就正式来，应该是可以了吧？要沉着心。不要太急躁。好，我们这一次正式来，先喝一下水。哇，心跳好快啊！好，来，我们正式来。不行的话，还有明天。没事的。所以就是，先好，我们先拟定一下。等一下啊！不，我卡住。完了，是两次。我的刚刚不小心小指抽了一下。按到了 shift， 然后就卡住了。好，我们跳到中间，然后左边、中间、上面、这边这样过来，不然这边就再过来。好，可以的。我手在抖啊，去嘛。收到了，一、二，没有收到，三，快。一、二、三，换板子。一、二、三，换板子，想办法跳上来。好，很好。一、二、三，让我助跑一下。这边有一个，好。一，手在抖啊。二，三，换板子。一，二，成功，成功啦，十三了，耶！我现在是巡猎者了。我关麦克风了。我已经开，应该是最后的剧情了吧？差不多要到最后了。没关系，可以不用关，没关系。好不？好。现在这个 Warframe 是 Rhino，
有开第二招，看起来身上就这样砍，有很像着了很多棉花糖一样。咦、欸？我觉得很可爱啊。所以。所以 Shadow 是爸爸的手下，然后爸爸是那一把刀。对。OK。哎、欸，我不能碰到水了，碰到水会死掉。耶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刚以为是，嗯，我们要进入，我们要那个被受洗，在水里面被受洗那种感觉，就死掉了。没有，神体了 ，No！ 啊！哦，哎、欸，超强的耶！哇，有这一只超强的、啊！我说那无限雷射，你应该懂什么意思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哇，华丽，走开！然后对他们举手，然后对他说：“You shall not pass！” 哎呦，炸药！白色哦！干嘛、啊？精通段位都十三了，还没有破第二场梦，还没有第二场梦。你看我之前是多么的专注在赚经验这一点身上。飞飞飞，可以捏软软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没有，不行吗？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。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还有一段剧情是不是？嗯，不，飞飞飞。怎么感玩真有一种玩了这么久才终于到主轴的感觉，终于来到了主线。哎呦，他跟我穿一样的配色哎，他那个屁股。好，我这哎，他把他拿着的姿势哎，像在。拿一个公事包的样子吧，太随便了吧，这个爆发，这不是我吗？不行，我太紧张了。我给你紧张的时候，不会降紧张的一个方法，给你思考其他东西。不行啊，我要专注在这上面了，我要看下 stalker 到底在哪里啊，左边还是右边？一碗米饭只能够配一道菜。我选咖喱，我已经选好了，我选咖喱，里面有肉的，不问，没关系，现在没有肉，没有红萝卜，没有马铃薯，有酱也可以，有那个就可以。我会选鸡蛋，鸡蛋没有调味料呢。我当然是选煎蛋、啊，而且什么东西都可以选，你居然选煎蛋，你好可怜哦。我捏脸了，感觉应该很多男生玩这个游戏都是捏女生，所以我要捏男生。捏捏捏都捏。哦哦，次要的我看了，这里就是像爸爸妈妈的，像 GTA 那种感觉吗？爸爸妈妈然后交互的。不行，我每个都要先按过一遍，他才会跑一遍，我才之后再一个个来按，才会有立刻变的差异性。靠腰哦！我看到有人团购，我看到有人卖那个《王者荣耀》的那个首饰圈，一个15块啊！我之前我团购一个才12块，有没有赚到的感觉？他赚到超多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一个第二件就半价哎，就一个9块人民币，两个起就。第二件起一个4块多人民币，靠腰哦！不行，我要在他留言那边团购。幽灵温馨小提示：我还在录音。靠腰哦！白痴哦！我就在捏脸，我就在录啊！我不是都跟你讲，还是
我不是有跟你讲吗？我很崩溃。发型来选了，发型来了。好，发型是男女共用的吗？哦，这个好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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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帅。哦哦，我看到长发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只有刘海？这个呢？它不能旋转欸，我只能透过这个照片跟他的正脸来判断这个发型怎么样。像这就很不准欸，另外一边是没有头发的。哦哦哦，这个也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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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帅帅帅。哦，这个也好，还不错。这感觉是欧巴的发型。我看到那个谁了，那个谁的发型，凹凸里面白色那一只，那是叫什么？丹尼尔吗？不是不是，另外一个，他的能力是影子分身的那个。帕洛斯。对对对，帕洛斯。这边这些发型是男女通用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很不适合女生欸。欸，好帅哦，好帅哦，赞。挑染欸，可以挑染欸，那我要挑染，我想一下我的人设是什么。灰色，挑染灰色。哇，看起来好像破图破得很严重的感觉。欸，你有没有试过两个颜色不一样？一个用深色，一个用浅色，看起来好像破图的头发。完了，不能正视这一款游戏了。突然分另外一边，好奇怪啊！对啊，一边看久了，突然分另外一边，觉得好奇怪啊。可以用异色瞳吗？超粗，但是不能。哦，可以有疤？哎呦，不行，我们的帅哥，哎呦，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的帅哥不能有疤。脸部就是要干干净净的。欸，这个可是这个还不错欸，可是我不喜欢下巴那一点。可以只要眉毛那边就好吗？眉毛跟眼下。瞳孔颜色来了来了来了。哇哦，这其实不算瞳孔颜色，应该是虹膜的颜色才对。帅哦，脸部高光。哇哦，是中间的。你知道其实说我们拍晚上拍照的时候用闪光灯啊，可是有时候不是会眼睛会是红眼吗？那是因为说我们的眼球后面是只有血管，所以它光碰到血管反射回来的颜色是红色，所以才会有就是红眼这样子。像你拍猫咪的话，他们这种夜视动物，夜行性的动物，他们的眼球后面是有一块就是反光。可以反光的特质的一个物体在那边，所以拍照的时候通常他们闪现出来的光就是你的闪光灯的光。そうだよ。声音来了来了来了。男生样子，女生声音。你不要吵不要吵，我爱听。哦，猫头鹰，选猫头鹰。哦，夜雨。哦，夜雨是之后那个西图斯好像破到一定程度的那个声望之后，就可以他就会带你，村长就会带你去找夜雨的首领了，好像是这样。我还没捏好，为什么强制我捏好了？我的还没好。I thought I was。哦，声音好好听哦。I know. Forgive me. Help the children.欸， Lotus 的胸部很漂亮欸。他那个靠，对吧，很正对吧，他头泡他就像是那个嘛，那个 Near 自动人心里面那种感觉，就是蒙眼然后可是穿着很辣的这种感觉。哦，来了来了，选派系，选那个，我看一下哦。 Generic，他们相信以优势支配着对手乃胜利之道，
运用所有资源来击败对手，绝对的强度能够抹杀任何抵抗。哦，是武斗派的呢。娜拉蒙，此线条专注在了解敌人。娜拉蒙的战术相信透彻理解敌人，能够赋予战士绝大的优势。嗯，不错不错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的概念。巴扎林，他们训练钻研以反制敌手，随敌势而动以抵消攻击。他们保有自我意识，以抵消一切的进攻。嗯，保守派呢。乌奈鲁，日文发音。他们将自己推向极限以后生于敌，扛下一切攻势而丝毫不屈。他们相信，若敌人耐力无法与他们抗衡，那他们在战斗中开始前就已经胜利了。意味わからない。マドライ。他们所行之境乃逼迫境接敌，逼迫境接敌。他们迅速坚定的猛攻，毫不保留的攻击敌人，能在敌人有机会武装他们之前击败他们。这个宗教代表了速度和野蛮，那我就要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那拉蒙是干嘛的？你是 V 派的是不是？选那拉蒙好了。I see a tree, many branches. Naramon way. Naramon. Discipline focused on knowing the enemy. We believe that to truly understand a foe would confer the greatest advantage upon a warrior. 总之，刚刚断掉之后，那个系统送了我破碎的战争之剑跟这个文章，伤痕文章，所以我要把它放上来。感觉好像我的衣服被划破、哦，大概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不错哎，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这文章还蛮好看的。好啦，那么以上这个就是我的指挥官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